是。哈，打架拍档，开心游戏。好，你按好了，给你控制屏幕。我没办法按。那就是只有我能控制。两名玩家。对啊，可以啊，那就是刚刚他那个错了。哇，我是二 P，我要当最黑的那个，他也就只能这么黑的。我就来，你换成男的啦，白痴哦，快点换。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笑死！这游戏很赞的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给自己一个。游戏音量会不会太大？我觉得太大了。真的吗？这样子好吧，你们听一下游戏的音量大小声，再跟我们说。它 loading 有点久。嗯。救人呐、啊！汤圆呢？有人问汤圆呢？汤圆呢？汤圆很好啊。没有，汤圆不好，汤圆咬了他的鼻子。嗯、啊，汤圆很好。汤圆拿我的鼻子抹牙。哇，有三只小猪。有人说太小声，是吗？还敢嫌小声呢、啊？移动，我们是救人，你是蓝色的那一个。然后呢？怎么拿？啊？欸，按什么？哦，按这个。哦吼！滚呐！救人哦！拿起来。哦吼！然后呢？这个家伙啊。移动，要去哪里？地上有人啊，你看到地上有人啊。这里，然后呢？对啊。所以我们要这样转过来吗？抓起，放下，然后这个抓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你要去哪？你干嘛啦？你不要动啊！这地上那个绿色的人呢、啊？抓他！靠、哦！抓人！靠！抓他！他飞起来了！我是一 P 还二？我是二？我是蓝色的、啊，我刚刚抓靠腰哦！哇！我的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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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快啦！他死了！有病啊！你都放上去了，哎、欸，你要，快点啦，拿它！新手关卡很困难呢，快啦！哦呦，它被折坏了。你要先抓人。等一下，他的手被你抓成这样。好，好，拿上去，放，好，抬起来，快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很好。去拿下来。他给我过来，他知道在这里是不是？他知道在这里吗？你去打电动啊！等一下，我们才刚开始。这是他是要去哪里的？我不知道啊。等一下，你不要，你很失控。他很好，他现在很好，你看他的 boss， 根本放不上去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对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放好，先把单架放。那你拿单架，我拿这个。快啦，先来这里啦，就先把人拖到那边呗，然后再把担架拿过来，这游戏不就玩好了吗？哎、欸，放上来，放不上去啊？可以的，你不要动啊，他死了。好，你不要放开，不要放开，抓他的手，很好，然后往后，往后。你往后很好，我就往后，他四肢快被我扯断了。他乖，哎呦，他歪掉了，他很难呢。这样子，他就躺这样子，他现在是最新的躺法，就这样。好，好拿起来，很好，然后送上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送不上去啊？然后怎么上去？啊？怎么上去？我是不是要开车门？滚！不然呢？等一下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能干嘛？选单，把选单打开。
哇，选单打开，继续。他只是那个选单而已啊。不是，然后他想要叫我们干嘛？我靠！他想叫我们干嘛？他想叫我们救人啊！不是，然后呢？我们已经把他放到担架上了，他还想怎样？你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啊，这里还有个人，这里还有一个啦！我嘞，那滑板，抬担架蹲下靠近就好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这个人太重了，这个人200公斤。蹲下靠近。他200公斤，我去拿担架。抬担架蹲下靠近。你干嘛？你还要靠聊天室救你？你先过来，先过来，你先过来。你这个医务，你这医务人员，我死掉了。好，就这样子。那个下是蹲下，蹲下可以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呢。哦，我们就等一下，先抬人，你先过来，过来。你把两个人都要放上去。对，好抓，很好，然后走。干嘛啊？你在干嘛？干嘛啦？为什么他变这样？抬上，放上去啊。你为什么要放上去？我已经放了。好放，很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蹲下，先蹲。蹲下。好抬。可以，很好，然后走，完美。哎，那你有滑板，你死定了。你滚蛋哦！谁要踩滑板？你先，我往后，你不要再烦了。你这个人很烦、欸，这个很烦。我们现在到底是怎样？测测的啦。然后要干嘛？进不去啊！移动救援队员，然后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我才想问你，你要去哪里？给你带路，给你带路。不是啊，不是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？啊，上救护车啊！啊，上不去啊，门又不会开。蹲下。先抬蹲下，再蹲下。蹲下，按蹲下。你按蹲下。按蹲下。然后往后走。蹲下。怎么走？怎么走？你骗我！看，超像两个智障的。你看我们两个这样子，很可笑哎、欸。开门呐、啊！怎么开门？他可以拍手哎、欸，那这个是怎样？啊？还可以唱歌？唱什么歌啊？嗯、啊？你去哪里了？哎、啊，他根本不用抬上车啦，就直接跑。我们快笑死了！那个唱歌是怎样？还会这样哎、欸，他手还会这样子打开，像烂哎、欸、这游戏啊！来了来了，感觉有人要挂掉了。这样听起来很不好哎、欸。我来了。他晕了。嗯。中了 CCG。安妮，安妮。他这种救安妮的方式。他的那个目标很大哎、欸。应该是油油枪吧。救人了！快前往第一线支援！我病患，病患先抬担架，再蹲下。你不用管聊天室，还要他们教你。农场。跟着。加速倒车，后视镜，后视镜。是我哎、欸，我开车车。那你完了。SR 是后照镜哎。哪里？这里啊，加速啊！开车，兄弟！问题是不是这里、啊？那边。这里我要。235倒车，兄弟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
自己出来哦，我把脚探出来啦。我要唱歌咯。所以人在这里吗？对对对，直走直走，飞过去飞过去。那个跳板你没看到吗？不是这样子吧，那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。可以摧毁人家农田。直走直走，漂亮，乱七八糟。乱七八糟是说我们两个乱七八糟。对。哦，有小鸡耶。到底？那边有两个晕的，上面有一个晕的。哦，他看起来嗑药了。哦，有五个呢。好，尽快把他们送到医院去。下车。可以。这个是怎样？抓抓小鸡啊！我们单站吗？你抓着鸡干嘛？门怎么开？门怎么开？哪里有担架？我们担架嘞。哈哈，这个鸡。担架在哪里？担架在车上啊。我们要怎么开车门呢、啊？试一下怎么开车。你把选单打开。简单打开，嗯，看一下操作好吧。看一下那个弹架怎么开。下面有操作。唱歌后照镜，召唤救护车，然后抓住加速，蹲下倒车，拍手跳舞。弹架在背上。哦，弹架在背上啊啊 ，so this man， 弹架在你背上，你不要动。好，那你拿下。啊！蹲下。蹲下就可以把它弄到。蹲下，哦，它自己上来了。你不要过来，这里有人。你是不是不想救它、哦？这个这样子跌啊！乖，这里有鸡，还有那只鸡。哦，可以。确定我们这样子可以？可以可以，它会自己吸上来。乖。哇！这合理吗？先把它鸡可以抬吗？试一下，来。不要啦！快抬那只鸡。它才不鸟我们嘞。还有一个在上面。这怎么弄？撞撞它，很好。上来。上来。哇，好，它上来了，可以。好恶心。不要掉了。可以，哎、欸，还没。上来。上来。哦，完美，走下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慢一点，走慢一点，他慢掉了。不要慌张啊！这病人十万火急啊！哦、哇，病人被吸进去了。啊，看来挺简单的呢，我们也是可以轻松搞定的。然后呢？他说放下上车。放下担架上车，好，我们不要管那个。这担架可以不理他就可以啦，可以不用理。我要上副驾驶。那我要上驾驶座。哇，老司机飙车了，各位 SR 倒车了，甩尾，前进，出发了，各位，开飙了，哇啦，起飞！哇，中间怎么这么，哇靠！小问题，小问题，没问题，救人了。那个病患那个手脚的部分感觉都不太健全哦。你要按，应该是你按吧？是吗？还是他很慢？是他很慢吗？他不给我按啊！啊，那他讲话很慢，全车过时，笑死！高科技。提神醒脑机，好啊，快点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！哇，这机器太强了吧，走过去就好了。好
哦。最好农夫穿这样，农场经理。对啊，他是经理啊，他一个人坐在上面仰望着美丽的太阳，这样子病患就搞定了。总分数。有没有我们五人颁奖励？分数有够多，破坏广告牌有没有？破坏广告牌会加分，抓鸡也会加分。你刚刚在质疑我，为什么要质疑我抓那只鸡？好，太卑鄙了。我们先回本部啊。本部好，开车喽，老司机。快点停进去，把车停进去。来个倒车入库。完美。哦，哪个人家停车场这么大一个？这里是那个啊，消防队啊。哇，他的膝盖好黑哦。哦。哦，他的胡子好长。好想在他的胡子尾端点个。让它烧起来！哦，就是它，晕眩怪客。你要把聊天室放出来吗？你想放个聊天室吗？随便，都可以。啊，放个聊天室好了。你好，有人听到我说话吗？你好，这不对啊，这是你的那个不对。哇，怎么黑？怎么是白的？对啊，怎么是白的？你没有听。荣恩，都不在吗？荣恩，聊天室，荣恩。可是明天放假哎、欸，他在、欸。我放个聊天室哦，等我一下。荣恩，快荣恩，应该，等一下再调高低好了。我放个聊天室放在这个位置好了，好吧。但是现在太小了。你好，有人听到我说话吗？你好。啊，老队长。哦。我们拿地图救他啦！看一下他这个把人家弄得头晕目眩的幕后黑手。马上打开地图来看看。啊，就会出现了这个标志。先选一个啊，看你要救远的那个还是救近的那个。远的那个看起来像百货公司，近的这个看起来像牧场。巨牧场，即时游乐就它了。Let's go， 酒车咯，驾驶座给开起来。哎、欸，我的担架就这样不见了、欸。不会啦，有担架，等一下会有吧。你确定吗？对啊，我背上没有担架了。真的吗？再下车看一下。在我身上有啊，可是你刚有啦，有，你别怀疑，他担架会自己跑出来，来了，走起啦！哎，不要撞人，可以撞人吗？救人，十万火急，可以撞人吗？救人，十万火急！哎，他们会闪哎，哦，他生气还摆 pose， 我觉得撞不到呢，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撞他，他跟我挥手来，我们就，应该不是用最热烈的。方式欢迎他啊，走了。
他。Let's go， 走捷径，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直达我们要的目的地。我在那里，在那里。Let's go！ 哇哇哇，要撞房啊！不会不会，把人家房子旁边的床碾过去。脱漂，哇，可以，轮胎卡住啦，兄弟，别妨碍我救人。哎呦！要到了，要到了！干嘛？你对我开的技术你是质疑吗？没有，车神我怎么敢质疑？车神是不可以质疑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先把人都拖在一起，我们再把它开上去嘛。啊，这样子感觉很慢。真的吗？快！啊！等一下，拿出来。给你哦，上来，这个是活人，对不起，没死啊，啊，我们有奖励时间呢，停下来，上来了，很好，上面那个死了没啊？这个死了没？这死了没？你死了没啊？回答一下，没有理我，拖出来，你这个大口的，你搞出来！等一下，我去拉他的手。哇，这肯定是相扑选手。放下！哦哟，下面两个直接翁青了。别怕，不要怕，十万火急，现在六分五十秒。不是一个对象，你不要。可以，不要慌张一下。你看到我摔死了啦，我的担架呢？哇，担架不见了。像我们会搬担架回到我的背上。不是人呢？人应该回到原本的位置。快，救人！那我们先救海边的，快点。要怎么救海边的？我只要把人拖上来好了啦。你下来，你先放下。走，快点去拖人。在哪里？人呢？死人呢？哎，为什么？那个死人在哪？死人还没死好吗？人还没死。怎么没有？他们直接回去了啦。他们直接回到原本的位置了，淹死了。淹死了，他们就回归大自然。对，担架。不要跑啦！来救人，这里有没有人？先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人。下面这有人吗？这里没人啊。右边厕所有人吗？哦，他醒了，他苏醒了。你不要动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。那这边都没人了吧？是吧？那就只有三个啊。这么少吗？怎么可能，他在欢呼欸，哇靠，哇哦，没良心的家伙。那上面呢？上面有没有人？看起来是没有。上面有一个保险库，拿一下。耶，发现宝藏，我要这个。不要我滚啊，快点啊，拖不动了啦。这个没办法吗？我觉得那个比较有用欸。你不是已经捡了吗？把厕所门打开了。可以开吗？哦，卡塔枪！有一个相扑选手被你打飞出去了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抬起来，走，救人，先救这个相扑，把下面那个压死。蹲下。蹲啊！可以，哇，他们两个和平共处。这个。起来，可以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起来，好 ，Let's go。哎呀，六个，有六个。厕所。放下。可以吗？拉一拉就会有病患喷出来。
你换嘞。病患呢？病患跑去哪里了？这里来这里。啊，这应该有人，这应该有人。没。人呢？人是跑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燕来一边。哇哦！呀，狼的家啦！好，来，拿我担架，拿我担架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要把这个弄开。好，看一下，我拿你的。哇 ，double kill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剩下三分钟。好了好了，快点把它弄上去。搞定啦！这样子就完成了吧？好，开车送医院。飙车！飙车！飙起来！一下喽！哇哦！上路喽，下吗？龙掉不武器喽！嘿嘿嘿！撞他！哇！差点撞上，他撞上了有什么？撞上，他说撞上有撞，差点撞上有200分呢、欸！哇哟哇哟，这个哎，完美！这个车太扯了吧！哦，等一下，赶着救人，赶着救人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快点，差点撞上200分了。对啊，那这样应该没了，那撞死人了。他们都会闪，而且他们闪得特快。不要宝藏啦，我们把宝藏要运上去了吗？宝藏要运上来吗？可是宝藏500分呢，是要运上去吗？我感觉是我们下一场，下一个再看看有没有奖励。对，没有了。哎，有啊，发现宝藏500分啊。说明打开宝藏有。还有这种啊？让海鸥飞起。哦，我们让海鸥飞起八次啊。八次是怎样？我每知道他没有那个差点撞死人八次。现在呢？我们又要回去了。太天真了，他说我们太天真了。然后呢？地图，好，我们要直接去那边救人。好，好，设定目的地，快点出发。他说给你了，老人说的。可以。你要不要先暂停？好，先暂停。小问题，小问题。没有，你先那个，你先按选单。先按选单，好。熊恩的聊天室拯救我了。哦，有了哦，荣恩又 carry 了一波。他怎么那么短？好嘞。这一次显示会不会太少啊？而且 YouTube 这个提醒是怎样？YouTube 在提醒，没事没事，小问题。好了好了，荣恩又 carry 一波。你自己把那个调神啊，荣恩，不用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吗？对啊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然150嘛。这样就好。好吧。好。差不多了。他那个提醒是他重新开了那一次之后就会再有一次。重新开。就是重新打了一次编码之后，他就再有一次。好，来了。救人啊，各位！开，设了个聊天室，又多死了三个。快，这墙可以撞破吗？可以耶！可是没分数啊，而且这边过不去啊。没路就找路过去啊，不用担心，交给我了。牛逼！使命必达。你是在快递还是在救人？锯木厂大烦恼。这里明明是锯木厂，居然比图书馆还要安静。小心搜救吧，不用跳过吧。好，来了。开门。
怎么打不开？推，往上抬。往上抬。往上抬。哦、往外拉，我们两个是白痴吗？我靠！我靠！快快快快！手不能快，不能固定吗？先找电，找方法解决。电在哪？不放电啊？右边，右边。我先唱首歌。干嘛？你进不去，这里也没电。哎，这位哥，我这样子。你要找东西压着他吧。压着啥？中间那个、啊。中间。这个是电吗？啊，你旁边那个那箱子，那箱子，那箱子，我要进去，你把它推出来。OK， 走啦，出发，担架，使命必达。这是人在上面啦、啊，哇，把它弄下来，开启电源。哦，哇，人都直接掉下来了。哎呦、哦，这是救人还是杀人？是不是想杀死人？哦呦，这是什么？我靠！我撞到了啦！你撞到你也晕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停下来吗？不能停下来、啊。快！哎呀，撞上木头减分呐、啊！你要干嘛？你拖着那要干嘛？我想把它推过去。不想干嘛？我、哦、不行哎、欸，没有用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用担架用担架。我们先救后面的人，那两个先不要理他。那两个先放生他。哎呀，哦哟，危险危险危险！哦，这个危险。去啦！乐意啦！你怎么那么喜欢撞那个东西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你先过来，你先过来。怎样？哇，我去！撞上句子才减十分哦，那还是还好哎哦。这还有一个，我们先救这两个。你先来拉担架。这两个。好。担架。拿。我要拿，但我一直拿到斧头。你掉的是这个金斧头，还是银斧头，还是还是这些病人？这个，把这个锯子抬起来，锯子，蹲下蹲。我已经蹲了，他不会上来了。把锯子搬上，把这斧头搬上来。我要斧头，我要斧头啦！我要金斧头。然后你自己搬啊。我搬不动。快！哎呦，为什么掉下来了？你不要动！好，放下来，好，就放下来，放了。OK， 接下来，斧头又掉了。木头停了，木头停了，先救这个，先救这个，先救这个。蹲。蹲了。哦呦，可以，六个人呢、欸，有六个人呢。上来啊！他又在动了。你要蹲蹲蹲，靠近他。好，可是我们还差两个哎。这就是。另外两个在哪里？我们先找到两个，先放下来，担架先放下来。就先这样，这四个先摆这边烂。好，这个门吧，这个门要开。这门要怎么开？这门一定有方法可以打开，这里吗？看一下哪里有开关。这是从怎么开啊？啊，这右边右边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个家伙。那我们拿另外一个担架，还是直接抬他？啊，还差一个。在哪？
就直接放生他哎、欸。好啦好啦，就这样了。快过来，你这个病患。我在里面啊，哪里可以进去？哪里可以进去啊？还差一个病人啊。好，我们先抬起来。滚！好 ，Let's go！ 走起！先把他们运上去啊，另外那个再。哎、欸，六个了，为什么？嗯、我们什么时候就有六个？啊，什么时候有六个了？那上车，上车，又可以飙车啦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最好玩就是这里。哈哈哈！飞起来！来个侧翻！哎、欸，那里有圈圈，可以跳哦，可以跳圈圈。我靠！啊，怎么跳圈圈？对啊，你有看到右边有个圈圈吗？不能跳圈圈哦。要怎么跳圈圈？我看到了，我要跳圈圈。不行啊，感觉没地方可以跳啊。交给我了，怎么可能会没地方可以跳？这里吗？很远，要很远就加速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现在剩下三分钟。没关系，别怕，跳圈圈比较重。哇，可以，各位来了！你确定吗 ？Let's go！ 失败！应该不行吧？应该是可以的，是我技术不够纯熟。撞了！哦哟，这个树是太扯了，这个墙也太扯。我也是傻眼。是这样子撞的吗？是。跟你讲，那个墙就是在妨碍我们救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墙就是因为它盖在那边，让我们多绕五秒，那病人就断气了。然后要传你。哇，我们拿到了。23,490分，哦，这个听起来很不错。等一下、哦，荣恩又发了一个聊天室给我。市长。那你们那么辛苦，市长我。哎呀，荣恩这个更不行哎。荣恩你这个很不行，你这个超级不行哎。你这是新名系体，这是新系名体，是吗？真的耶，是新系名体。换一个，嗯，是吗？真的耶，你这个是完全不行的，你这个，龙恩，你这个不行啊！好，就先这样子，我们用原本的就好了，是吧？用原本的应该挺好的吧？好，就这样了 ，Let's go。看到你们这么辛苦，市长，我其实吼也很想帮忙，也是很想帮忙的吼，但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啦。我都甲恁斗相共啊，恁家己加油哈，哈。别人就甲你救啊，哈。好啦，贴在记事本上啊。交中心，马上出发吧！可以按减，可以从减，我们可以按减，我们从减，然后我们可以贴纸布，贴纸布可以干嘛？可以贴贴纸。哦，打开一遍所有的更衣室门吧。在海边，所以我们在海边有找到宝藏啊！可是它没有那个，它没有亮。我们要把宝藏搬上车，是不是？把宝藏搬上来吧。是这样子啊。对啊。然后这个在没有锯子被锯子碰到的情况完成任务，用锯子破坏五个木桶。这是哦。反正就成就嘛。对对对对。这个还行。我们没有解也没关系。没有解没关系，我们是为了救人。
没有空在那边锯木头好吗？那是有空背圈圈。有人说字是正常的、欸，你是没有复制到吗？你为什么这可以 Ctrl A 吗？不行，不行吧？有人说字是正常的，我们再试一下聊天室啊、哦，给大家一个优质的聊天室品质。不行啊，你看这个，这聊天室就长这样了，不行哎、欸，对吧？嗯，有人不行哎、欸。你这聊天室不行欸，你那个字可以粗一点吗？干话都卡粗欸。嗯，为什么自己那个？这个字体不行欸，这字体很凉。这个原本的这个好一点。好了，各位，出发啦，救人啦！来了，救人了，各位。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在后面，在你后面。一定要不要来？哇，倒车啦！出发啦！我们飞侧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高手在飞的方式。Uber， 没有，自己讲。欸、我发现有点难实行，我要那样，你是不是很无奈？没有。我跟。快点呐！我很尽快了好吗？我很尽快了，弹跳的好日子哎、欸。来了，你要直接拖我们可以跳过去吗？可以吧？哦耶耶！哎呦，我靠腰！哦，不能被那个……啊，抓起弹簧床可以改变它的方向。你要抓一下。哎呦，被喷到了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这不能改，这不能改，我们要上去那边。来来来，先下来。你很喜欢这个玩法哦。要去哪里？你的意思是要去哪里？要去哪里、啊？那个不要拖，那个不要拖，就放这样。然后嘞？这样子拖过来。然后。再弹一次。确定。没错。可以过去。再弹一次。我操！哦。有那么好玩？不是这样子改吧？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玩。啊！哇！哇！看！我有会玩。好，我放下来了，漂亮，这波配合。来了来了，担架担架担架，拿我的担架拿我的担架。哎呦，去把人，把人抬上担架。可以，吸一个吸一个，再吸一个再吸一个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那个差点掉下。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放进去。为什么？先把放合在一起，担架会有加分啊。先放下，好 ，Let's go， 救人。人在哪？应该好另外一边吧。哇哦，完美！还把人弄溜滑梯弄下来，可以吗？让他溜下来。哎呦，这个是溜滑梯，你确定？这不是吸尘器。我自己嘞。你也吸下来。不行。来，我担架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把那个担架抬过来了。啊，那把拖过去，先拖一个。病人是这样救的。还可以唱歌哦！我去拿那个宝藏。宝藏呀？哪里有宝藏？
转回去那边，对对对。哦。我被谁打到了？没有。靠嘞！你被谁打到？哎、欸，我没有过去。没有，要过去一点，这个要移过去一点，啊，拖过去一点，再一次，拖过去一点，不然你上不去啊。拖过去一点，你会掉下来、欸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哇、哦，上来了！宝藏，宝藏，拿下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去这样，这一次，这一次没有拿到，我拖不过来的。我要跳喽！来，跳，可以上去，快拖下来，宝藏，完美。然后我们把宝藏拖走，走了，走这边了。你不要放掉，好，走这里，这里的，不要，这里，快，病人要死了，你还在拿宝藏，都是你要走那里，这你有问题，为什么不走这里？这里比较安全，这里比较乖，先把宝藏送上车，宝藏比较重要。哇呀，可以救到宝藏了！这些其实不是我是不特别想救。等下，蹲，很好，蹲。他不上去，他会上来了。蹲，我蹲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他是要不要上来啊？你是要搞起来不？啊，你搞起来！就这个，好，可以。哇呀，六人，副驾驶座，我已经上车了，开车了，小姐姐。去哪？医院呢？在后面，左后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草嫂的开车技术。很好，哎呦，曹操起飞了！啊！哎呦，可以。等一下，这样，然后嘞？啊！等一下。看来是喜欢爬坡的朋友。等一下，完了。不会，怎么会玩？从他屋顶飞过去。右边，86公尺，抵达终点，可以。看来草草的开车技术是挺好的。哦哟，六人搬运奖励，发现宝藏，运送金库。我们被撒到50分，分数扣的有够少的、欸。对啊。把地图打开来看一下吧。这个是怎样？这是什么？我伐故我在。这个是支线哎、欸，那我们去这里，这里没去过。你要开车吗？哎、欸，现在是我开吗？对，现在是你开。在右前方，哦呦，可以哦。只会往前啊。是只会踩油门的草草了。哦呦，快哦，这样开车哟、哦。弄掉保护镜哦。哈哈哈哈哈！门坏了。哎，你怎么把我家门撞坏喽？你看到吗？这个门爆了一半。小屋里面放了烟火，炸起来。要干嘛？炸掉它。炸
炸弹要爆了、啊！你为什么不等我？快快要爆了啊！二十秒，出发了！等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靠、啊！快快绕过去，快！哦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快点，四三八，快跑，快！啊、救命！他那个火烟火而已，你在怕什么？就只是个烟火。啊，差点就死了。烟火吓成这样，啊！哎呀，果然还是火药的味道最棒了。哎呀！烟火，所以我们可以干嘛？可以放煙火，到时候可以炸炸东西。可以放烟火。大雄还不快来上班？这个可以开船吗？我们可以开船吗？然后嘞，还有什么事情？你跟他对话。哦。什么？附近有什么奇怪的岩石可以炸？奇怪的岩石就是可以炸岩石啊！想炸岩石就炸岩石，就是我们拿到了烟火可以炸岩石。还在提醒你，烟火在哪？你把救护车叫来。对啊。把救护车嘞。救护车他会开过来。会吗？最好。奇怪的岩石，这个吗？不是啊，就这样完成了。对啊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我们看一下怎么放烟火吧。他说怎么放烟火？不知道，像刚刚那样吗？怎么放烟火？没有吧，应该就像刚刚那样吧，就抓了他。那我们烟火怎么叫出来？不知道，他说这里啊，在这。哦，就是这里啊，就这个吗？抬起来，团体斧喷！快点，快点，后退，后退！炸哪里啊？可是炸那个地方很没用哎。放这里吗？放这里。放对。好，放这，快跑！卡住了、哦哦、我死定了、哎、大家再见哦看一下哇你还在吗救援、哦、救援救援把你送上去看我怎么醒来哎呦我起来了，小，这个见死不救，出事警报第一个，我的天！快点，走，开车了，哎呦，闪啦，救人啊！哦哟，我这开车技术，我觉得越来越好了。我们可以从人家屋顶上飞檐走壁，啊，卡住了，啊，哦哟，你这个车上真的太不合理了，这个车他妈的，这游戏就没有合理过，也是，冲啊，走捷径哦，哦哟，小问题，小问题，好，我们这两样。这条路往走过、哦，他教我们新招啊！那个锯木厂、啊，锯木厂是吧？我伐故我在。救人啊！没有跟他讲话。木头先生，可以来帮帮忙、啊。砍树。两人用锯子。用这个两人用锯子砍下绑着橘色丝带的树吧。好。好啊。果断直接开锯。前后前后。不是吧？咦，对啦，前后前后。不是啦。这里吗？不是啊。他说去要锯这个。锯这个，那我们要反过来。你不要反，不要再跑了。好，前后后。前，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怎么觉得这个没有锯到啊？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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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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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好像有一个
痕迹嘛。啊，痕迹啊。哦，后。好。前后，前后，前后，哇，越来越深哦，很好，可以。翻过去。哦，你很壮哎。你这个角度这样子怎么放啊？哇，可以放呢！我的天，那这样一句，拿句子，拿不起来，拿不起来，没了、欸，没了吗？你拿，你拖过来，拖过来，因为我这边拿不到，它卡在树里面，你拖走，去拿一句。走啊，这里是伐木场，找一下。哦，这里，转身，转过来，开去，后，前，后，前，后，加速，后，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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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，丢，打死，谢谢你啊，快点，一个人搬不了。出发了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啊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走起！我拿不起来。啊！哇、哦、哟，这个距，可以啊，这个效率，六秒内砍下一个超级大树。要、啊、不然是超级伐木工。我们不是救护人员吧？为什么要来这边打杂嘞？我们是消防。啊，我们是消防员啊。对呀、啊。消防员要负责砍树。不知道。你刚刚讲了，害我恍然大悟了一下。讲可是消防也要去摘。你刚刚讲的很理直气壮。不是，我们是消防员。不是，然后呢？消防员也要去摘蜂窝啊。哦，不是吗？消防员既然都能摘蜂窝了，砍个树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？啊、真的是。所以呢？他说要干嘛？哦，我已经听懂了他的话了。那可以跳吗？怎么跳 ？Let's go！ 嗯，可以。啊？我们要回到本。没有，先不要。欸、先上车。不是，你要先选下一个点。不要，先不要选。你要干嘛？先飞上去。你不会自己飞？不行啊，我不能开车。只有两个人才能开车。对啊，他两个人才能开车。这个规矩嘞。失败喽！哇！哇哦！跳海了！哇哦！走那边。我没办法倒车，我要死了。哇！游艇，GG的、欸，不行吗？它飞上去应该有用处吧？它不是飞上去要保障吗？好了，快点啦，我们决定下一个。这里有人可以救。好，我们去后面。这里吗？对，选择设定，飞啊！好，不飞，我觉得在骗我。快点开。好。我帮他清理一下他家后门。他们这种盖法实在是太挡路了，妨碍人家救护。新鲜的来了。哦，这边一个，上面一个，哦哟，还有炮弹呢。确定这个我们可以的？我会被砸死吧？可以。哇靠！而且那上面那个感觉很。出发了，先唱首歌。五个人。哦，你又撞上鱼了。把那个拖过去。你再把那个拖过去。哇！旁边不是还有？哇哈！好了，这鱼搞定了，鱼搞定了。哦，这个，
这个很重。那我没有关。先搬重要的，先搬重要的。这看起来就最应该要救，你知道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卡住了。我不知道。地藏卡住了吗？地藏卡住了。侧着，侧着。欸、卡住了、欸、哦，要从上面，要从上面吧，我猜要从上面，他可能有设计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上面，欸，上面也不行，为什么？不行呢、欸，他卡着，他是不是深色的板子过不去？我猜，我觉得他深色的板，哎、欸，又可以了，又可以了，过去了，突然又可以了。可以，救人要紧，救人，救人啊！担架抬起来，先把人拖出去，快点，我不想被那个撞。不会啦，这很难撞到，哎、哦，我死了。这很难撞到，然后下一秒这人就撞上去了，这是在哈喽。他是削边球哎、欸，是在哈喽。哇、哦，这里还有一个金库。发财，发财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！赖群哦，赖群，赖群之后才会有，等到之后，滚开！比较常在退群开台的时候就会有了，好吧？发了，发了，发了，发了！快点救人！救人啊！有五个，这边一个。单架，单架。我拿你的单架啊，可以。你转一下，你转一下。好啊，他是不是还有人呢、啊？哎呦，飞起来！这是什么？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。上来，可以。不要让他掉到海里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个飞机。我有，我有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哇，你才三个，上来，好，这里有人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这三个先去拖，去拖就好了。这个家伙，你命比较苦啊，谁叫你要在这种地方，只好让你拖过来了啊。起来！好，出发了！滚！发财了！哦！哦！走你那里！哇，满身鱼腥味！走起！开车了，你从那里飞下去啊？为什么不敢不飞？你为什么走正常的路？从哪里飞？你有地方可以飞？你现在想起飞了是不是？哇！走正常的路不像你。跳圈圈，耶、yeah ！穿过圈圈。结果绕远路，你让空中救护车在空中停留七秒。完美！哎呦，撞到手机！哦，这是25570分，发大财！哇、哦，我们直接发财耶！各种撞到鱼，不好意思，撞到鱼就是我啦！啊、哦，他们又在。进行奇怪的仪式。啊，他又在搞事哎！右边呢？右上直线是什么？这个感觉很适合你。哦，先解这个。出发了。开车，你看一下，我去厕所。开车了，各位。停下喽！
变回胡姬了。这个不能撞，好扯啊！枪都撞得破，都撞不破。哇！这游戏人反应的最快耶！哎，我靠！我进错点了！我进到直线了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查查。我进到主线，顺便调一下聊天室。哇，那开始了，等一下先暂停。意外意外，我进到主线。炸开了！等一下哈，我们等一下吵吵啊，好不好？聊天室的。哎，我跟你讲件事。我刚刚飙车飙一飙，进到主线去了。牛，你牛逼！哈哈，早上起来，我还是把那个先改回好了。什么？董文就贴给我的一个，可是，可是。外框一样粗，太难了，先改回原本的。它那个框包为什么就是会变得很粗？哎，好奇怪。好了好了，走了。我们他这个是12分钟的，这个好多、哦。为什么？有人可以从救护车上来，从哪上去？这里吗？对对对。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突然之间就进来。这个这个的，应该是这个，是吧？杂草问题就解决了，我们去割杂草。这个吧。哎，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推。推推推，不要放！我在推啊，我放开了吗？对，你放开了，往前推，往前推。哇，你是，哇，背力十足哦！哇，还有一个杂草，还有一个杂草，还有一个杂草。一定要割是不是？对，一定要割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把它弄下去。七。是在哈喽。没有，不用弄下去啦，可以啦，不要怕，上来，上来。等一下这用不用得到、啊？没关系，那个不重要。搞不好上面、欸。对啊，上面用得到，上面用得到。是佩妮小姐。可以可以，除草。快啊，这一个人搬不动啊！哦，不行，这个这个要正面。真的吧。往前推，往前推，你这个。我又来了。对。好，快，除草除草。除草咯！你要去哪里？不知道啊，先除草再说。你要有目标。没有啊，你。你要转向，你要转向，你要转向，往下转，往上，往右下，往右下，往右下。往你的右下，好，完美，可以，往后退。哎、欸，那里有人在，要打。后退，后退，后退，转过去，右下，走，走，
你想去哪？你先告诉我你想去哪里，你用讲的。等一下嘛，我厨不好啊。你想去哪？好啦，救人，等一下这个人嘛，拖出来。还给我在那边给我玩荡秋千呢、欸！哇、哦，这个人，你还敢给我玩荡秋千呢、啊？啊！等一下，你先把它弄出去。还有这里有人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要进去除草啊！啊靠！啊，除草！乖，推进来，倒车进去。这样。对，倒车进去，很好。然后转向，转过来，上前下，我们两个练背。下？为什么我在下？那我们倒过来，我觉得我们这样没办法施力。这个游戏还是有点物理逻辑在。快除草！右边转一圈。下。左边。放下来。往右，你往右按，已经放下来了。啊，算了，这个不要，我要搬这个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搬这个。搬起来不行哎，这里要除草，我们从这边除出去，快从这边除出去。靠，推不动。你拖，你一个人可以拖，你先拖出来，我没办法抓到手。好，我的手快断了。不是，你要往后，你先往后，然后往右转，右，你要去哪？右，直走下，很好，左下左，就是这个，转一圈，你要去哪了？前，右，前，下直走，完美。好，就这样，先这样，先赚钱。哦，你从哪里出去？这里可以出去吗？可以。除草机，王八蛋！哎呦，这好烦啊！你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生气。等一下，你各种怪我去，我拉你那里，拉不了。好，先这样。救护车在下面是不是？对。等一下，先把这个。不要，走那个吸，走那个吸尘器，好，可以除草。还除啊？要除啊！我们一定要除，不除的话我们没骂完。上，不是上，对，很好。然后告高龟，然后左边那边应该这间应该也有东西。啊，炸药嘞？那炸药在哪？那个炸石头啊？不用，我觉得没有炸到就算了，他人应该没有在里面，我没有看到在里面。真的吗？对，你往左，左，直走，左，不是上，是啊、我们往这边，往这边直走，走，好，这边，这边对，很好，漂亮，往下走。右边，走右啊！不是，我被喷到了吗？我是超熟啦，我不想被喷。那厕所里面有人？厕所里面没人，有人呢、欸，躲在厕所里面。哇！人生好难哦、喔，这个。快，除草机。你是白目？不是，我想要赶快出发，喷水了。快起来！等一下，我不要理你。推！这里是不是不需要了？那需要吗？还需要除吗？我们不需要了，这里搬走。还有没有需要的、啊？它这个弹是弹去哪里啊？哦，会玩，好，可以，全部人都找到了，来，救起来。不要动！别动！很好。你下啦，拿不到了。我知道你拿不到。
这个真的是爆难拿，直接拿担架压死他。上来，你快给我上来，自己上来。哦，废物病人。好，走这边。这样到底是要医护有什么护有什么同理心啊？到底？他妈的，连爬上来担架都不会。哎、欸，不然他们不能被水喷到，我就把他拖过来。哇呼哇！好，那我们走下面吗？还是我们走上面好？我觉得我们走上面，走上面，等他的水过。哇！不是。你没死，你没死。哎、欸，我拿不到哎、欸。拿，好走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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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我在下了。呜、哦，里面里面还有一个，里面还有个胖子，里面还有一个胖子，里面还有一个胖子。等一下，不要进去，把他拖出来行不行？好，把他拖出来。快！这个这为什么是拿这个？我要拉他的手啦。没有，你拿这个也很好啊，他就直接拖出来啊。他到底想怎样啊？哎，好重！不是，我只能拖他的，我只能拖他这个拖车，就把他拖出来。快点，要被水喷了！拉不出来。没，他拉拖车，拉拖车，拖车很好。好啊。他会自己上去吗？有一个掉了，他们说有一个病人掉了，有一个病人掉在，病人掉在那里啦！你怎么自己掉了？快救他！被水喷了！快啊！好，你赶快把他扛出去。哦！你怎么办？我们剩两分钟哎！不会不会，相信我！快抬起来！你抬到人了？我知道了。哇！一次吸两个，但这个啊、哦，上来上来，相扑选手！快点快点！还有一个是不是？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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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还有一个。快，这个杂草很大一个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好，出发，弄下去弄下去，让我们去溜滑梯了。哇，放下，不理他们，他们自己会吸进去。放着放着，不要理他们。快点，要开车了，要开车了，开车了。哦，我死了，饿啊，你也死。快点！老司机，老司机出发了，还行啦，一分四十秒，绰绰有余。开车开起来，走捷径，我们直走直线，这就是我的医护之道。哇，到底是谁把墙盖这边啊？我正在啊，你能看到我很快吗？哦，搞定！这个人这样走路合理吗？他腰断了没啊？不会的、欸，他没走上来，欸、他卡 bug。康复了，配笑哎、欸！他卡 bug 哎、欸！他走不上来，他们这样子就算完成了，我们还出八个，哇，两万六千分呢！我们被喷了十四次。好，永恩又可以调聊天室了。火车，哦，我们火车启动了。有哦，聊天室字体变比较清楚了、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聊天室这样很棒。火车恢复正常。救援队吗？救援队吗？怪异的讯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看！
GPS。这个吗？先不要，我想上面那个。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。啊！拉力赛。Let's go， 拉力赛。为什么我的聊天室？怎样？不会动。看起来不会动。没错，它不会动。我聊天室不会动。哎，动了。一二三。哎。我聊天室不会动了。拆切画面。是不是切到下面太多？我没有拆切，龙恩。有吗？可是已经好，我根本没有，动了，会动了，我根本没有拆切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动了，动起来了，动起来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先这样。Let's go！ 啊，我知道他没有，他没有对到最下缘了，可是我没办法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对到最下缘。就是他是从中间开始的，就可能他从这边开始。好，小问题。有吗？好了，没关系啊。是这个管子。哇！他们很会闪呢、欸。闪哦！哇！有火车。有火车。我们要怎么上去？你开错边了嘛？我们跟着火车走。上山喽！哇，十字路口拉力赛！哇，这个感觉很适合我。我们要干嘛？我不知道，等一下先下去好了。我们是要去这个伐木场。要干嘛？我不知道。是要干嘛？不知道，先把锯掉再说嘛。对啊，锯，好、哦，钱，好、哦，不行，我需要拿出来。它只是卡在上面用而已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就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锯它，它锯不掉了。我们转过来，往这边，转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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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。不是啊。哇！这个游戏。要干嘛？不是重点，我们到底要干嘛？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要干嘛。我不知道要干，你是我也不知道要干，是要锯树吧？然后小心那个吧，小心不要，要锯树吧？可是锯树要去哪里？锯树先锯啊！你要下来，你要下来，下来，好，锯。哦。砍下十五棵是吗？这游戏是玩锯树的吗？然后嘞，不是你往下按，要锯树没错，可是这个在树。这个要炸开耶！放下来。这关的任务是这样子吗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要拿去哪？他又没有说。你点一下。你点一下。没办法点，就这样。哦。就等这样，那先上车。不是。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你要把它炸开才能聚啊，那烟火什么的？要搬来这里是不是？是吗？对，要搬来那里。我看一下，那把搬过来。快点，小心车车。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小心。哦。还有一个，那我去找那个，对不对？那个。两个人同时唱歌，持续三秒。快快继续唱。这到底是谁？哇，成功啊！解完了，解完了成就哎！我的天，那我们的句子嘞？你很烦。
不用，到底要不要给我拿？那我们要怎么聚啊？先去中间哈。这里有。很快。喂，开聚。你这样不行。可以啦，你要下来。对，很好。可以，漂亮。先聚。聚、哦、你要先拿这个是？还有几个？他到底要几个？不知道，你赶快来过马路。这个曹操很气耶。跟上去。还有一个。哦吼！15颗。要去15颗。不是，你不要走，我要开门，我要去拿火药，你不要拿着那个东西过来。快啊！噔噔噔！快点，车子要来了啦！没有啊！快点！没有吗？快点！下面。在哪里？这里。放下来，很好。你看你，你去把锯子拿在那里，快点拿回来，快点。好，我来了。你不来拿锯子，你自己搬就好了啦。这个很浮夸哎，那我自己锯。快，锯起来！哦呦，这个切的效率！哇，可以！哦呦，出发，最后一根了。完成啦！这样子，然后桥就会自己盖好，对不对？完美，我们又盖好了一座桥。就这样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没错。那我看一下地图，你要去这里还是去这里？去问号好了。出发。Let's go！ 哇哦，哇哦，好有感。不是说好要过去？哎、欸，火车来了！没有，我开的比火车快。你不要担心，老司机开的比火车还快。等一下。哇，你这样不行呐！老司机不行呐，绕不了。等一下啊，我们正常路径，这样有没有跟他们一起走这个？起飞 ！Perfect。好爽。拉力赛就是，拉锯子。稻草人，对，拉力赛就是拉锯子。Yeah！ 升级任务。我也让自己搬回来，哎，好扯哦。你要讲话。我是教授。然后，忘不了。虽然一般是你，是不是？氮气推进器，有了它。邮差送信就会更快了。勇敢的人替我测试，好啊。哇，想不到，我居然离开了电竞比赛，现在要来个电游比赛。哇，飙起来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快！站起来！长按，你要长按。按啊！是你按还是我按？按。是你开吧？是你开。是你开。车是我在开。对，是你在开。我在开啊。车是你开。我要去哪里？车是你开。我开。车是你开，我是氮气。你要控制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不知道要去哪里、啊。地图。我不知道去哪。他说电油在哪里？
你先打开地图，你先打开地图，先打开地图。他没有看到。你看一下往上，你往上。他说要跟着那个讯号啊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刚刚是你开车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我看你刚刚看到 EP 吗？好啦。上面那个。哪个？这个。不是啦。这个是洗脑器。不是。那我们要去哪里了？重新开始啦，快点。怎么重新开始？重新开始任务。对。我们刚刚在开到哪里去了？我就不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是？我还以为是你开车，结果是你开，就是我开车。对你开车，我开氮气。跳过。走来了，跳起来。好、okay. okay. 哦。我们应该有个目标可以跟着吧。我知道、哦、他那个脚还这样子，这样子合理吗？合理的。等一下，跟着他，在哪里？跟着他电流，跟着他，你就看着他，追着他走，走起，走啊！加速，加速！我按啊！为什么不加速？没有没有，现在没了，要 CD 要 CD。加速！哈哈哈哈右边，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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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，左，左，前面，前面。加速！跟着那个电缆，跟着那个电缆，对，没错，那个电缆，沿着那个电缆走。你再沿着那个电缆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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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沿着那个电缆走，要赢了，要左边，左边。Finish！ 哇，给力！氮气推进器就送我们了，哦，救人就更快了。我已经想到他可以拿来干嘛了。C W 空喷，可以拿来空喷落地喷。我当驾驶，给我驾驶。你控氮气，交给你了。而且他下还有一个技能，我觉得之后还会再拿到一个技能。我也不知道。温暖的家，你要回家吗？你想家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回家能干嘛？啊，他可以直接回家，比较效率比较快。四行五行上彩角。好哦，等一下哦，高要1080哦，这样聊天室够不够长啊？等一下，裁剪你要裁剪，哇，有够长的聊天室，哎、欸、啊，我聊天室跑去哪？9000，他当然不见了、啊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刚好了。谢阿龙恩，感谢你又救了这个傻逼实况组。好，那我们要飙车了吗？那要去哪里？我们去那两个支线是什么？花花跟花花力量，屡创新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高台。就是要下一个高台啊，就是再盖一个高台。你想要花花吗？好，花花。花花，那、啊、你现在随时可以用你的氮气了，想喷就喷，喷起来，喷起来，喷起来！哇呼呼哇哦！哇哟！哎、欸，飞到另外一个生物体。开不了。你要看你的脸吗？
他这个跟细菌能有什么不同？所以我们要干嘛？要救援了，开始了，开始救援了，下车快点！使用推进器让救护车撞击拖拉机，好，你赶快上车，撞，快去撞！可以，然后快点再撞下一个，交给我了，我这个开车技术。还有吗？人呢？哎啊，其他人呢？不是有很多开拖拉机的，这里这里撞他撞！前面，加速加速加速！哇，好厉害了哎！好了，可以下车了吗？那一个还有他两个，他两个在那边给我嗑药的，厉害了哎！下来了你，你不能从后面，你要从旁边撞。我不能从后面顶他。撞加速加速，可以可以，只是力道不够。那我们赶快，快点。哎，这样这样剩几个？下车下车了。要干嘛？救人啊！下车在哪？没有，他们全部飞上去了。飞上去了。对啊，你看，已经飞上去五个啦。哦，还有一个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刚刚看到我们。这里加速。你看啊，它会飞起来，然后从上面收起来。我没看到，还真的没看到。好，开车吧。去哪里？医院呢？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哎、欸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喷射，喷射，不要，我靠，飞太高了，你直接撞过去就得了。不行，他那个力道要大一点。快点啊，医院在那边，你要去哪？你一定要这样进去，就是把人家全部撞爆。这样子比较吵，因为那个导演那个那一集在前面，你要从侧边这样飞进场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你在拍《亡命关头》？快上映，快上映，五月上。花花草草。先去花花草草，等一下，我标记一下。OK， 加速。哦，哎，怎么累了？累了，累了。游戏优化不好。哇，这游戏太香了。我家。哎，为什么我家？脚还挂在上面。帮帮我。多蒙特太太。可是我不想自己种哦。那你买花种啊。我没有出手相助的话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你可以帮助我。不要。我想选不要。好，我想选不要，我的天。要种花了。种花了，种花了。怎么种啦、啊？这里。拿去喷水啊。不是吧？是拿在这个坑里吧？你是在哈喽？这里有个坑哦、啊。对啊，这里有个坑哦、啊。你这个玩，这个哇，那这个。还有一颗在哪？拿去哪里？立马开花哎、欸！种它就开花嘞。种花喽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我的天！你赶快脱！我们不是种完了？种完了，种完了！哇，真是亲切的人呢！哇！靠北的人，这人真的是啊，很恶劣，他很恶劣。怎么？怎么啦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上车上车，先不要先，好好先可以可以可以，先上车。我好像知道你要干嘛。等一下按下你的右键，看你的这个人。弄个戏，
王八哇！我觉得我们的力道不够大，我们再大了一点，来了，冲刺！我靠！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！快点！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！叫我钢铁人吧。屡创新高，我开剧啦。嗯，拿下来，先去先宣，上去上去，左，你左，好剧。你刚想直接开剧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为什么不是你动？我不能动了。你不能动了吗？对，我不能动了。你要不要先把所有都锯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看到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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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来，跟着我走。这样应该可以直接开锯吧？不行，不行，一定要正面。那好，骨魔，锯起来。有几个？有三个吧，应该有三个吧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在累。可以，再聚一个，再聚一个。下来，下来，聚起来，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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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。可以。我自己拖就好了。好，我自己拖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做一个大力士，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。哦，这木头至少两三百公斤。它盖桥了，又盖起来了。这个要飞去哪里了？现在试一下。我不要开车。我喜欢氮气。原来是喜欢开氮气的朋友啊！先不要，先不用射，我们先飞过去。看一下。你想要哪一个？都是动物。好，来哦，加速！加速！哦！哦！隐藏支线，这看起来像山顶洞，那它怎么飞上来的？躲猫猫。检查邮件，它还会再躲别的地方哎、欸。哦，我有新的邮件，我们怎么看新的邮件？应该你按你的选单看一下。不是，你按信地图。新的邮件，新的邮件回去才能收到吗？应该是吧。炸掉，炸掉。那、啊、你要去哪个任务？你想要右，这是什么？右鼠。右鼠跟猪。撞起来！那、啊、我发现这个游戏优化没有很好哎、欸，越玩越卡。我是鼹鼠。他长得比较像猪吧。现在是你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对、哦，是我按了、哦。对。哦，又是这个。上来，上来。出发！担架拖出来。谁在拖？哇！这个要两个一起去。我们先去里面的，先从里面。先把它拖下来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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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先拿更重要的东西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有一个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哈哈哈。好烦，就是在那边烦。走起。
喂，时间不多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宝藏。哇！哇呀哇！它钻洞哎，不要哇！哦，钻哎，超烦的，快点！哦，在哪？这里这里这里，对对对，冲上来冲上来，冲下去，树里比，这里有杂草，又要割草。又要割草，就那里有割草机，还有人在里面，还有人在里面震，你搞出来，割草，割起来。哦，我讨厌割草。不行不行，一定要割。好啦，停下洒水器怎么停？很好。停了停了，就这样放着。那个人等下再理他了，先去割草。我靠，他怎么又动了？看，他有时效性了。好，我们应该可以从这边过去吧？这边下面看看。对对，你转过往上走。下，有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宝藏哦。先割完，先割完，先割完，先割完。哇！我就是看到他，我才没有任何动作。往右，往右，往右。好，往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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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先直走。那很烦欸，阴魂不散。好，应该可以的吧？这东西要拖走啊！你不拖走要怎么搬那个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好烦，那人家很那狩猎范围有够远的。超恼火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可以，树立比，这边有六个人要救哎、欸。你先，还有人吧？这里还有这个东西卡住哎、欸。先看一下，先把这个扛下来。算重哎、欸，他300公斤。快点！我抓不到他的手。哦，挡杆被吸，哦，被 Q 拢了啦！真的，我觉得我们用担架啊，这个用担架，起来，起来，我是不要嘛，哦干，那撞到我哎、欸，然后呢，先把他们吸进去，哇！可以吸进去，可以先放着，先放着，不理他。在这里，担架，担架。蹲下，起来。哇，这个人柔软度很好。哇哦，他醒来就发现他脚怎么断。水啦，担架。好、啊，走，趁现在，出发。今天我不会看，我不会看了。来了，来了，哇，走过去被撞哎、欸，你可以哦，高招哦，这里吧，是我这里吧？哎、欸，是吗？那怎么过去啊？这样的，那个嘞，什么炸药啊？火药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但是那个看起来不像火药啊。那里面哎、欸，那边里面有一个拿着桶子在那边呛的人，我把它拔出来，拔出来，你抓桶子。哎、欸，又出来，等一下。快点，拿！他其实没有这么好拿、欸。起来啦，进来！还有人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。
去啊！那个在哪里混啊？哦，被搞弄了。那里面，那里面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里。啊，对啦，我们刚拿宝藏的时候。拿宝藏的时候就忽略他了啦。快点，快点！哇！我们让他从中间穿越。哇！撞了，傻小，很气哦，你很气哦。哎、欸，我到底要在那个地方被撞几次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碰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干嘛？帮我看一下那边那个狗屋是干嘛的？这狗屋可以干嘛？拿来防水。是吗？那你把它吸进去了，我看要撞你了。啊，这狗屋看起来没什么用。你就把它拖过来，然后拖进去吧。狗可以吸进去吗？我不知道。不行啊！这狗屋很没用哎、欸。哇哦！哇！上车啦！开车啦！Q 狼哦，氮气动力，加速！哇！哈哈哈哈效率。长得不像猪，那个鼻子是猪吧？但我觉得不行，我们要把人拖过来，我们这样只有两个人，就是抬两个人的脚而已。啊，就他全部都要叠在一起啊，他叠在一起分数才会高。嗯，真的，果然是像我说的那样。哦，就玩过以前玩的任务。我们回去家里。你想回家了？想家了吗？回去家里。他说什么 ？email 在哪里收啊 ？email 什么邮件的？哪里可以收邮件？哈哈，他这个新家，他这个新家200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礼物吗？这是啥？这里有一个礼物哎、欸，这个要。信件，这不能。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信啊。这个就是信，那我们要怎么打开？不是啊，先把救护车叫过来，然后呢，把它丢进去信里面，丢进车里面。哈喽。他要怎么开信呢、啊？怎么开？聊天室啊，他怎么开信？我除了会唱歌跟拍手之外，我不会做别的事情。左右拉开，用救护车撞，用烧的舔一舔泡一泡。那我们拉开，就拉开。有两个箭头，哎，有两个箭头啊，真的，左右拉开，你放下。我拿好了。好，拉。哇！太神了，绿色工作服，一片绿油油，就这样子，我们拿到一个绿色工作服。我们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看你要去这里，猪猪去找猪猪好。嗯，这地图很大哎、欸。它这边开了之后还有上半部哎。嗯。太香了吧，这个游戏。哇。哇哦！交给我了，我现在已经是熟练的老司机了。可以。旅途券。
是玩的命运。哎呀，他在上厕所。那是马桶吗？脏脏。马桶盖得这么高，他一边上厕所一边看着他的牧场。我靠！抓到小鸡。这个猪要干嘛？哦，这个猪，然后先放一下。哦，看到了，好东西，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好东西。这东西有个重要的吧？哦，哈，那怎么上去？你这个救法，先不要理他，先不要理他。可以把他拖出去吗？我很害怕。我们要怎么上去啊？那里有锯子，快来拿锯子，快来拿锯子。好，你还有一个在上面的，蓝色长跑选手。快，不要被猪撞。哇、哦！浮屠猛进呢，我的天！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掉了。他有时候手，他有时候会手软。不是那边。好吧，要转一圈。不是，你要有他痕迹的，你要有他痕迹的。上来，去。哦哟。可以 ，skate 这个门不能打开，我只能拍手。哇，掉下来了！我靠，还在拿锯子。是啊，我拿进去，等一下。啊，这个要从外面拉那个门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门打开。不能开耶、欸。卡住了吧？还剩两个人。那门好像锁住了，你先拿锯子，下去。哇，那个猪，我卡住了。锯起来，哦，那边有，看到那边有办法过去。你搞了哎！我们要去把那个门打开。谢，哇，这个完美配合。要怎么把那弄下来？他自己会下，然后我们门就可以打开了。是吗？对。好，快点救人。这个马桶盖在那个位置。担架吗？好，我出来了。蹲起来，上来。好了，不要再蹲了。给我下来哦！你给我下来，给我蹲在他屁股塞在那个马桶里。哦，难怪下不来。来这个，我们要被猪撞了，快！哇、哦，小问题，大问题，大问题！哇，让它飞起来了！可以，哎，一个，不要进去！没有，还有吗？这样不是还四个吗？五个，加这个五个。好，对，起来！哇，别飞！完美！猪事大吉！我要穿了担架。重启！直接这个农场的主人就是从晕眩中醒过来之后，发现那农场已经毁了。先绕一圈哦，走这边。恭喜！
去！哇，被你血！我说我家怎么毁了？我为了救你们，费尽了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把你家拆了，才把你救出来。这样一条一条的，对，这样你才会觉得哦，你完成很多任务了没有？然后最后再扣40分，哇，他很开心哦，他现在还不知道他家毁了，哇，直走，哇，起飞，死定了，哦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走这边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小姐，你这个氮气过弯的时候开哦，很凶哦。哦，输送带。要救五个。这已经电已经开了。啊、他们怎么又晕呢、啊？你们怎么那么容易晕呢、啊？先把他拉出来。我们先把他拉出来。你搞出来。他有出来吗？结果你没有拉出来，拉出来剩两条腿，身体还卡在里面。这个就输送带让他过去。啊，不理他，那个不理他。然后我们要过去。这个，你上去。从哪里上去？这里，你再跳下去。哦，你从下面那个。你去下面，你去下面。有吗？出发喽！那个开关是干嘛的？看就知道了。我感觉它会发动。别想，别动啊！它是不是会发动？是吗？那你把它拖上来。我刚弯过去了，他没什么声音。哎、欸，那他应该是旁边有别的机关吧？我猜。我感觉应该他还是有机关可以用的。这个怎么过去？哦，这里有金库。这不能上去。我们要把它弄起来耶。游过去有用吗？不行不行。从哪里弄？那还有个机关呢、欸。我先游过去好了，我先游过去。哦哦，哦，你直接把他夹死了。你先过来，先过来。打开哦！哦，刚好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这个要人工拉着。送上运输带，你要搬金库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把人都丢过去。赚钱喽！快，老婆，这里有大发大财的东西哦！发财喽！卡住了，看来我的发财之路卡了。我们是不是只能换别的？是吗？应该是。好吧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扛过去，快点。快，为了发财，绕点远路不算什么。快，去，要用担架？这个东西可以上担架吗？没关系啦，我记得它会掉下来、欸。不管了，不管了。放上那个运输带。你要放运输带，原来是，原来是一起运，人跟钱都一起运。对啊，快点拉。哇、哦！你看人这样就全部掉在那里了。真有效率耶！三个、四个，还有一个在哪里？还有一个在里面，还有一个在里面，他肯定在里面。这个怎么弄啊？哎、欸，没人，那他应该不在里面，我猜，堵起来了。一二三四，哦，在那边吗？在后面吗？
哪有？有在哪里吗？人在哪？这里，这里没去。哦，是哦，好像是哦。哦，又是相扑选手，这里又有一个金库，赚钱咯、嗯、好吧，好吧，先赚钱。那个人说，那个人干。等一下再用那个，等一下再用单价吧。我跟你说啦，金库比你新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会掉水里。重哎、欸，一个人扛很慢。哦，胖子，好、啊，我们先去救那个胖子。用单价扛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你先去救那个胖子。用单价扛好像会比较快。你说扛哪个？就把那个胖子扛上来。对啊。哈。上来，胖子。来喽，精湛走位哦。哇、哦，高超走位、欸！好，把他们全部都扛上来。上来，你们这群。哎、欸，金库也会上来。金库也上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、啊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哇，这个我是没看懂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有两个金库吗？为什么剩一个？哎、欸，金库。等一下，还有啊，还有一个，没关系，先扛上去再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全部扛上去就会那个了。会关起来吗？就游戏就结束。真的吗？对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我们这个，我们再扛一个，再扛一个。你、欸、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等他下来，你在这接他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后退一点，后退，快。他没过来，他干嘛了？金箍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他很好，他很好，他很好，来，快接下来，接下来、欸，我根本没捡到，我傻眼，等等我，兄弟，兄弟，你这样子不行啊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哇，一个飞出去。这个人飞很远哦！哇，丽丽，哇，舒服，又要去医院啦！换气动力，往上！我觉得凉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停交道，走停交道。哦吼哦哦哦！我靠，轮胎真扭掉了。运送吧，输送带。应该可以过去对面了吧？还是要？哎呦呦！哦，灵活！现在呢？又来到码头。怎么了？师弟。JJ， 我们现在奉公守法，我们走正常的道路。加速！加速！小问题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小问题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哼，全部都是相扑哥。木桥大哥的地方，在附近找找看吧。哦，我还没找到一个人吧？要找到一个人是不是？嚯、嗯！先把这个、这个胖子先不要理他、啊。算了，那不管他了。我、哦、靠！等一下！哦，危险危险！不要死啦！就是这样。搬过去。
应该是让他停止。哦，他反方向。哦，太好了。等一下。他有好吗？不是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人拉到那边拉上去、啊。等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个人很重。等一下，你搬得动？你妈搬得动300公斤的木头，你搬不动100多公斤的相扑选手。他推不过来了，他从下面了。叫，叫，啊！哈哈，我要被狗推下去了。快快快！我也想快啊！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能搬？可以，上来上来。我上不去了，干不下去了。死了，中死了！后等，看看那边。哦，是木桥大哥，我们找到他了。来，快点！等一下，我们先用担架。这个胶太重，我拿你担架。好。蹲呢？我蹲不下来，我膝盖有问题。膝盖，体谅一下，这个怎么让他丢啊？丢好丢就丢了，就这样了。就过去了。走起，拍个手。哎，我怎么还在下面？蹲下。我直接躺下，我的天，蹲下。赶走海鸥。蹲下。那里有宝藏哎、欸！哪里有宝藏？哦，宝藏！你要用单架一起抬过去。出边了啦！哎！打唔着边，我没收他。等一下，很有障碍这两个人。救人哦！哇，水哦！有宝藏，这个宝藏现在很不符合人体工学。哎呦！确定我那里刚才没干过。可以，控制好你的任务。我靠！哇，我的宝藏！你的宝藏喷了啦！干你！人也喷了，宝藏也喷了。哇！笑死！把那用扛的。用担架啦！不要啦，担架难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过去，你等一下一定会被打下，你一定要用担架。可是担架两个人配合很烦啊。我不想跟你配合。你不想跟我配合？对。为什么？到底是谁的问题？刚又不是我掉下去的。等一下，回去，干！没事，小问题，你先不要动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要一气呵成哦，你可不可以先拖过来？等一下，等他过，然后你现在准备好了，他一过，好，走。可以走，哎，蹲下，小问题，啊，很好，我们现在迈向人生成功的一大步哦，先拍拍手，哎，快点，哎呦，很紧张哎，唱首歌哦。那我怎么过去了、啊？好，走起！走，快，控制好你的方向，完美，很好。哎呦！丢着，啊，剩下的嘞？这个比较重要。这个比较重要。过不去。
嚯、哦，你看到钱就变大力士呢哦。可以蹲着走哎、欸，好棒啊、喔！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哪里呀、啊？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这不是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有一个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这里是，来来来，我想拿你的单枪，放下那个人，有本事冲着我来，我来快。龙皮来！一个人不行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龙皮来！我靠！等一下，哇，钱，哇！哇，给力哦！很会哦。超接近哦！哇！快快快！前面那个氮气动力全开，冲啊！抵达终点，完美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！太好笑了，这个游戏。嗯，没了，没，真的一口都不留。你拍我时间太晚，我在那里光速的速度正在消耗那个饮料的生命。不行，再去拿一杯。哦，太好笑。在摸猫，吸猫，在冲康我的猫，等于要开咬耳机喽，耳机要开。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小汤圆，要吸你的衣服哎、欸，可它没有咬到我。圆圆，汤圆，汤圆，圆呐。眼睛竖成一条线。圆呐，圆呐，现在想睡觉。他想睡觉的时候才是乖的，只有想睡觉的时候是乖的。这个小虎真香啊！看到我们的下巴了，开咬，开咬啦！啊！他要开咬了，不开玩笑。你看他的牙齿，给你们看他的牙齿，看他的牙齿，好可怕啊！啊，要咬死人了、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要不要放出去 ？No， 好像要放出去了。可以吗？要放出去了吗？对、啊，要放出去。汤圆，你真的要出去了吗？把它放出去，把它放出去，它太可怕了。有吗？他现在很可怕吗？他很可怕、啊，你不可怕吗？他要咬死人了。还好呢。他要咬死人啦、啊！圆，圆啊，圆，圆在玩这个。
哎呀，笑死人啦、啊！圆呢、啊？圆女，三圆女。他不要，他不要。有吗？他要。我跟你讲，以后你就看到我们的Switch放在客厅，早上起来线跟Switch就分开，手把就分开了，笑死。好了好了，汤圆，去睡觉。他什么时候吃饭的？好了。哎呦，曝光了。那什么时候吃饭的？圆圆跟大家说再见喽。那还好了，我晚点再喂他。嗯，好，去，出去玩，好棒。我跟你讲，他等一下喵喵叫。喵喵喵喵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了？可以过去了。是吗？敲开了。敲开了，他说我们敲开了。我们坐过去一点点。哦。在储存之。就是那里啊、哦，他等一下要给我们任务，他应该等一下才会给我们任务吧，是吧？大脑队长，给找出来吧，北边的岛。好。闭嘴，区区一个操作员。哦呦。北边的岛。哦，三个呢。那我们走这边过去啊，交给我老司机上路了，氮气给他吹了啊，甩尾，冲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桥在这里，桥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你看一下那座桥好不好？不，你别怕。就是那座桥好像没开呢。是吗？有啦，别怕。甩尾。等一下，你看，那座桥没开。对不对？走另外一座啦，他触发了任务，是吗？对，这座桥也还没放下来，所以你按木桥兄弟不是他们管理的吗？我不能按，他按什么？他按什么？他是不是要等他很久？我觉得他有问题，这游戏优化没那么好的，大家不要介意。你要走这座吧？对啊，我们走这座。气动力全开！哇！哈哈哈！还没救到人，我们自己就先死了。不是啊。不会，那座桥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好。吹嘞！吹嘞！好吧，那我们回去那座吧。那座好像才可以吹嘞。你在跳舞哦！哦哦哦哦！很晕嘞、欸！哎、欸，我下车了。有人。你有看到我弟弟吗？但是他好像要离开岗位了。啊！他开了。耶！走起！吼！做了另外一台给自己。哦。北边的岛也有医院。你干嘛啦？卡轮胎卡住了。忽略现场。太吓！哦，那个球感觉要砸死了。不会啦，别怕。这是工厂吧？我被关在笼子里。他又被关起来了，他怎么一天到晚被关？他是他弟弟。木桥小弟。好，开始了，不要废话。哦，很气。
这根可以干嘛？这根把它掰掰弯就知道可以干嘛。可是它不能握哎、欸。它不能握。哦，它是推的而已，这样推而已。它就是推而已啊，把你推过去。哦、它很难推耶。哇，牛逼！哎。然后嘞？你要上去。我在等你。我知道，我在尽力推。它很难推，不是我在想。然后嘞？然后我把你推过去。我不知道，应该不用吧。然后可以干嘛？哦，可以把人放下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到了，我们又汇合了。Hello。哇，那个。哦，啊、这干嘛了？他这个是怎样？他这个要怎么出来啊？啊？我觉得这关难度有点高哦。等一下，可是那个笼子我们还没有想到办法。笼子？那个笼子没有、啊。这里还有一个这个。推下来，推下来。哇！我直接傻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准备困在你。哦哟，他得救了，应该吧？哇，你找到钱了，哇！干，我那下死啊，下来啊啦。小问题呀、啊。哦，我赚到了，我赚到了。发财啦！这个等一下再来拿它。好，那你去找一下另外一个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。这里。好，我把你端上去，来喽，站好喽。哇！哈哈。然后这个嘞？啊，掰过去啊，把它掰弯。嗯？没。然后它就会转过去嘛，别急，别急。有没有？他这样就过去了。放下来，放下来。是不是？然后他就死了。好，那去救他。我们先救这个好不好？先救这个胖子。没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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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先抬他吗？为什么不先抬他？先把一个弄出来。这里还有一个呢。你压我压我你压我你压我，你干嘛拉出来？他怎么拉出来？他怎么拉出来？他是这样子拉出来的吗？不你先你先压我，你上不去了。哦，你要重来，你要重走。好麻烦啊！刚刚叫你先踩我。不要踩啊！那你这样就我踩。我有你一个走捷径呢，可以啊。然后要去哪？哦，就里面那个。哦。然后嘞？不知道。就这个吗？我要掰弯。啊，铁球可以撞那个。还要撞？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好、哦、不够，小姐。你去踩，你去踩，你去踩。快点，剩五分钟。从哪里跳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就可以了。对，直接走下来。哇！哎、这个没有天分哦。等一下还没，而且那个人还没出来。你不要推那么大力，他应该可以不要推那么大力，轻一点，推，推。很好，很好，很棒，有没有？他这不是出来了吗？好，拉拉！我靠，干！
No！ 你把那厕所门打开。厕所门开，你刚开过。我想说你刚开过了吗？这个人拉到了，拉出来，然后去把上面那个人拖下来。你这样都可以撞。这个，你自己撞也算。这个我实在是傻眼呢。好了啦，好了啦。这跟假车祸有什么分别？假车祸就是这样搞的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走过去自己就倒了。哎呦，这个人……等一下啦，用担架啦，用担架，用担架。快点！上面还有一个，我们先去救上面那个胖子，快点，放着，放着。放在这里。这个人卡在墙壁上。担架，担架。嘿嘿，喂喂。这里，这里。喂喂。来。担架，担架。错了。胖子给弄起来。走，下来。可以，别怕，下来，下来。哎，这担架变重了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小问题小问题，人不死都可以。小问题小问题，这个飞过那个铁。还有吗？哎、欸，几个了？哎哎哎哎！很痛很痛，走这走这。紧呐，紧呐！救人哦，紧哦！哇！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紧哦，救人哦！哇！哇，我的人！我的人！救人哦！小问题，小问题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真的还没死，万事 OK， 万事 OK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Let's go！ 先救那个，先救那个。金库，金库，金库上来。哇！好暴力哟、哦！哇、哦，可以，可以。起来。起来，起来，有，起来，起来，啊！他很烦呢、欸，这个。起来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蹲着走。Let's go！ 哇、哦，掉光了，啊、这个斜坡喷掉了。下面那个先，下面那个先，上。不行，过去一点。快没时间了，金库金库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相扑。我太怕了。等一下，冲来冲来，相扑相扑，蹲下蹲下蹲，蹲没有你没蹲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蹲着走，我们蹲着走。快，可以刮洗干了，九枪哦。上车了。氮气给吹了，北一，北一，北一，我来啊！哦，人都喷光，哎呦，笑死！哇，他很开心呢。两条大桥都可以用啊！忽略现场，完成。今天送什么？送他一个担架伙伴，你喜欢？被扣160分。
你扣160分，还行啦，人还没死。他回去了。有包裹，这个是要给我们的吗？应该是吧。桥放下来了，看到吗？我觉得还行啊，不过那个913还是比较好喝。上面那个感觉比较好玩，离我们比较近了，先靠这个。上面，这是上面的那个吗？对，没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要攻他小。你现在讲话撸来撸派的哦，剪贴布，就那个啊，那个隐藏，不是隐藏，七倍，看来是有点困难。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成就啦。我怎么过去啊？是不是？开气，开气。哇，输送带，矿坑的概念。我感觉这关越来越难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多人的感觉哦，这里。啊，慢慢全部运到那个地方了哦。这里上不去。走这里。全部都用那个输送带把他们送下来。欸、好嘞。这里，这里。坐车，坐车。双人，按上，按上，上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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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完美。啊，那个车就这样溜回去了。对啊，我们不需要那个车了。你搞我起来，对。等一下，现在还不知道要用在哪里，所以先不要动它。好、哦。用在哪里哦？哎、欸，这里这里，它这里有那个，它那里有一个地方可以再让那个推车过去。可是那个推车返回去了。啊，这是反方向。要不要麻烦？有，对啊，没错。你搞我过来。怎么办？我也下去了。那我们就一起再过去啊。哇，那个石头也在那。哇，那石头也在那。小问题。喂。没问题。来来来。我们还要等一下，还要再来一次哎，这应该等一下要再做一次。你为什么要硬要站我这边？你这想要站右边？这里啊，这个还要再炸开，就是要炸这个吧？这怎么开啊？这炸的吗？这有机关吗？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。应该，哎，我觉得他应该没办法，他应该没办法。算了，等下再开他，等下再开他。炸哪里啊？炸那个地方吗？我们先往这边走好了。不是啊，哎、欸，不，那这样不能过，还不能过，这应该还不能过。我们应该就是上面那区而已，有上面那区要炸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们都刚救了几个人了。这里吧，下面的那个吧，快把它掰过去。掰过去。哦，炸这个，哦、不对啊。哎呦。又是一次假车祸，上面有人呢、欸，啊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，哎呦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别别别！哦，哦哦哦，好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想一下。搬起来，没，跟着我走就对了。
交给我啦，抬起来，让我走前面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走吧，往左走，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想要假车祸是不是？上上上上，棒！没问题。等一下，那我们还要再搬一个，还要再搬一个来。搬去哪里？那边，那边还要炸。哦，那就炸一个。Let's go！ 加速，加速！蹲下，蹲下，蹲！这个人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快点快点！贪生怕死的家伙，怎么能够成大器？放着不要放，不要畏惧。感觉还是被炸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去。你去把那个家伙拖下来。啊，你去按开关，你去按开关。推这个吗？对，推那个。推这个，推一下，往这边推，怎么推？就推啊，推过来。哦吼，岩石又来了！还有那个家伙，还有一个家伙，对不对？没了没了，没有家伙了。你丢了吗？我掉下去了。好了好了。哇哈哈，撞到岩石！你在干嘛？他离我那么远。对不起，我忘记可以从这里。掉下来掉下来，走这边这边，对那个。看来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。我们是不是还差一个人？没有吧，六个了吧？一二三四五六啊，那个在旁边，快发弹架！弹架！可是我们都没找到宝藏哎、欸。没关系啊。屁来，走下面。哪里啊？哪里？哦，熟的是哎，这个人。走这里。圆掉了。屁来！等他上来，你等他上来，你等他上来。好，走。Let's go！ 为什么没找到宝藏？你要去找宝藏吗？没关系啊，都已经上车了。可以可以找宝藏啊。不用了，快点，都上车了。好，交给我了。时间紧逼，我小心灯光了，没办法控制。哇！下不啦！哎，我救人。这里的路好难开。哈哈！你这个弹机这样开，确实是很有挑战性。开一个我车就飞出去了，我的天！摇山滚石，撞上起重机，我们专业扣分呢，扣起来。要去哪个地方呢？惊喜礼包。啊，哎、欸，你没标记到。走起。这路感觉。可以可以，氮气给它推开，不要畏惧。素衣的。还敢按喇叭啊！我干，那个旋转门你看到了吗？什么旋转？我刚看到一个旋转，那个旋转门吗？我也看到他在旋转。还是看到他在旋转。你看这个门。哦。认真的吗？
这旋转门这样子可以，可以，推进去，推进去，哇，推不进去哎，给锁起来了。里面有人吧，把它拆开，跳开。越拿一边，两个都拿不到。哇，椅子，这个最好是活的东西哦。哇，是人。哇，是滑板。要开吧，啊不是那个开关，不是那个，走这里走这里，这个门锁着了，开，开，那边还有一个在跳，那边还有一个在跳，哈哈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手软了，哇，香蕉、哦，哇，是猪，完了，我后悔把它打开了，我靠，这个嘞，这个也打开。换我坐在那个椅子上，到底想怎样？等一下，我来了啊！篮球，然后嘞，这也箱子也太多了吧？来了，拉，完了，殊途猛进，小问题，他撞晕了，拖出来，殊途猛进，哎呦，我的天，你不要动，猪来了。快拿担架，我拿你的担架。蹲，快放，放，好，就这样，走，我们跟他一起走。担架，你不要动，我撞到门，等一下我撞到门，你往前一点。多灾多难呢、欸！哇，蹲下！这个花瓣，还有一个箱子，怎么箱子那么多？这还会跳！别动！这箱子是你在推的。打开，哦，
点个这个。这个箱子真的是有够难开。好。哇，有钱，是钱。等一下，抓箱子，抓箱子，抓。哇，是沙发。等一下、哦、我妈怎么把那个门打开、啊、被你笑死，这门怎么开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门，这门不能推啊，怎么开这个？那我们是要从那边出去吧，从那边出来，从那边出来，不要理那个门了，踩单架。右边那个，左边那个，这里呀、啊，你不抬宝箱。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死定了。你们刚刚立在那个滑板，没关系啊，小心一点就好。没，他没上来。好，来了，好，走，殊途猛进，这里。起来！哇，小心那滑板。没有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门开了没。啊、那门开了，那门开了。我们现在整在五个人而已，应该才五个人而已。走起！哇，太难了，这个游戏。上车啦！飙起来！我觉得你弹机都是在要骑人家的时候就会开的，这个弹机用的时间点 perfect。弹气，弹起来！倒车，折我。哇，这个真的太难了，这个游戏，我感觉快破台了哎、欸，它是不是快破台了？三个小时就破台，是因为我们玩的很快啊，我们都没失败、欸。这还会失败吗？啊？这会失败吗？会吧，会吧，时间到就失败啦。问号，哦，他又有东西要學，对，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技能要学会了。肚子好饿，你肚子饿了？对。那你要吃什么？早餐可以吃什么？那可以吃什么？那可以吃柴哥啊。可是前天柴哥，那还可以吃五把米，一个礼物。超怪异的讯号，这边需要你的帮忙。这些叫电游的东西，跟我家任性的儿子一模一样。人造卫星加速了啊、哦！他在我们救护车上加滑翔翼。好啊。我要我开车了。是吗？那我们换。飞起来哦，滑翔翼！按下是滑翔翼。滑翔翼，哦！哎、欸，他这个，啊、哦，没事，小问题。他去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没事，等一下我卡住了。加速，不要怕。
加速加速加速！我靠！等一下等一下，看插在我的衣服里面，我想。我有按啊，为什么不能？啊，氮气跟那个要一起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加速！我想。哇！我们输了。对不起，我的开车技术太烂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再一次。来来来，滑翔。哎，那个是一起的，那个是一起的，你不能只用那个。那个两个建筑条是一起的。不行不行，太没力了。稳着来，稳着来，起飞，加速，滑翔，滑翔，按下。我按了，他根本不理我。不是你不能按着氮气按滑翔。不是，不是啊。不能吗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按？我完全不知道。不然你就是不要按着氮气，然后按滑翔。你是按着氮气按滑翔吗？你叫我一起按，我就一起按。不是不是，我说按着氮气。对啊。然后出去的时候按滑翔。对啊。就不要按氮气了，因为你按着氮气也没办法滑翔。好，小问题。他那个滑翔会不会扣那个缓冲条啊？应该是会才对。滑翔。下，下，再下。再吃，再吃。你刚刚是不是一直按左？真的吗？我一直按错吗？小问题，小问题。是不是你按左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感觉应该可以滑翔。再吃，再吃。来了。来了来了，滑起来！玩的正起劲，他们都想睡了。小朋友才睡觉，给我滑起来！没有啊，因为你这个人就不睡觉的，你都不睡。哎，我扣进度条啊，加速加速！加速！好，放下来，好，滑翔，加速，滑翔，哇，完美！加速！哇，超超老司机！加速！你超过了，你超过了！倒车不能，我超过。我超过飞过，飞太远太危险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飞过。小问题，我变蓝色了。啊！呜呜呜呜呜！可以可以，我们为了再玩一次，这游戏太好玩了。哦。Yeah, 来来来，我这次飞这里，加速！完美，完美落地，加速！落地，终点在哪里？终点在哪里啊？哦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哇、哦，直奔终点，哇、哦，等一下，快加速加速，哈哈，差点就输了，他在我们后面十几公尺，
太好玩了这个游戏。哦，我的天！得到了滑翔翼。然后呢？我们现在可以滑翔翼了，我们想飞就飞。可是我变成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还是一匹。哇，吓死我了！这里这是什么 ？U 型场，好远哦！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你要先到这里吗？好，该吃饭了。大家好像都想睡。哇，该吃饭啊！呵，吃饭。吃宵夜的时间，先开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游戏太好玩了，太香了，飞一飞就要死了。好啦，大家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下次再开。好。今天比较晚了，因为我睡到十一点。对，他一直睡，我九点多的时候很想睡觉，然后我就睡到十一点。然后草草就说他要玩游戏，然后我说哦好啊，那开台，好，那先这样啦，大家晚安啊，记得追踪我的推群，到时候没有意外的话，三月可能就会比较常在推群看，因为我觉得在那边开，实况的品质比较好一点，然后聊天室功能比较好一点，先这样，好，大家就晚安，记得追踪推群，拜拜，大家八八八。MOD 帮贴退学王子，八八八八八，追学哦，追学才可以留言，八八八，拜拜。